的优点是有求必应。你跑他了，走开，邓涛你过来。五个优点简直就不够说呀，你看第一个优点你的耳环好看，第二个优点你的口红红，第三个优点你的小花白，第四个优点你的头发长，第五个优点这个铃铛亮。你只有一点说到我身上的，都说的是服装，你喜欢服装吗？你们就淘汰了，谢主隆恩。小琴同学，我非常看好你啊。不要思考，人好，开朗，啊，活泼。你懂什么呀？懂。活泼，世界第二美，世界第二美。第一是谁？第一是谁？啊，你被淘汰了。竟然说我是世界第二美。